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这个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一期中啊，我们就这个尖顶了单关以后啊，这里白棋守住了啊，这个黑棋点角来点三三来破空呢，我们讲了这个白棋的两种应法啊，一种呢是白棋挡在这里啊，是比较稳健的；另外一种呢，偏向于实地的呢是守空的话呢是团在这里啊，团在这里。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最多的啊，甚至来说最常见的，最有气势的，也就是立啊，立下来。那么这个力呢可能在实战中呢也比较多见，但是呢一定注意啊，这个力的这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棋啊，有一个这个前提啊，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立下来一定是主要的目的啊，它不是在这个角上，是放在了外围啊，对这个黑棋的这个有所攻击，比如说如果说是这样啊，或者说是甚至于来说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形状啊，这个逼住了啊，逼住了以后跳起来等等，不管这里是什么，只要是啊，对这个肯定是呢对外围啊，这个黑棋呢有一定的威胁啊，就是说能够继续呢发挥这个力的作用呢继续对这个外围呢发动攻击，才会选择呢这个白棋啊，才会选择这个立的下法啊，立的下法。如果说啊，黑棋外面是铁板一块啊，就是说已经是活得很舒服了啊，就是跟这个死活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立呢一般来说是不好啊，白棋应该是选择这样的下法，因为你对它这个外面没有任何威胁的话呢，这个力呢对角上啊，这个子的威胁又比较小，那么当黑棋在这边活了以后呢，那么不能对这里发动有效的攻击呢，那么这个力呢就不太好啊。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选择这个力的时候啊，必定是对这个黑棋外围啊以后能发动这个进攻啊，才会这样的选择。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头来看这个角上的啊这个变化。这个立了以后啊，好像这个黑棋这个接下来啊招法呢比较多啊比较多。但是实际上呢，黑棋啊这个正确的下法只有一种啊，正确的下法可以说是只有一种。那么在看正确下法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黑棋错误的下法啊，错误下法。首先是不能爬啊，这个爬可以说是大恶手。你爬被对方一虎的话啊，这个角上死了，捉不活啊，捉不活。而白棋外围呢也没有任何的毛病啊，它也是虎一个很结实啊，这个肯定呢是不太行啊，这个没办法活啊，这个里面是死棋，你搬了虎它就点是吧，可能还只能勉勉强强连扳，或许能混个打劫啊，但是这个也是非常的勉强啊，这个肯定是不太行啊，只能这样去混个打劫的话肯定也不好。那么这个爬是不行的啊，第一遍。第二个不行的啊，那么就是说大飞啊，这个想跑得快一点啊，这个呢也不太好啊，也不好。因为白棋它就简简单单的啊跳一个就可以啊，
因为这个地方一跳的话，点三三这个子呢就死掉了啊，就死掉了。你去冲，它呢就冲断了，它就爬，是吧？这个死掉，由于它始终啊，这个子是个虎口，你外围呢，除了这个打吃以外，也看不到这个其他任何的这个借用。这个黑棋呢，也是明显的呢，吃亏了啊，不行，或者说，所以大飞呢也不行啊，步子迈得太大啊，步子迈得太大，那我迈小一点，小尖。这个呢，活呢，倒是呢也可以活啊，也可以活。但是呢，这个活的呢，应该来说不是呢，很理想啊，不是很理想。白棋就跳这个，黑棋虎，白棋就飞。黑棋挡住啊，这样呢黑棋是可以活。由于白棋因为外围呢不是太厚啊，不是太厚，没办法来强杀。点这个呢黑棋就挡啊，爬，那么黑棋顶啊，这个被顶完一挖啊，这个白棋要崩溃。所以呢，这个活呢是肯定还是活了。不过呢，白棋也就不杀你啊，这个活的并不大啊，白棋就老老实实顶住，对吧？你团呢他就粘上，这样呢，你虽然是能够活，但是这个呢，活的不是太大啊，活的不是太大。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呢，不能够满意啊。这个然后白棋在对这边呢发动这个进攻啊。所以小尖虽然能活，但是呢也不是最好的下法啊。哎，也就一看，哎，大飞太大啊，小尖太硬，那是不是应该？哎，走在中间啊，选择小飞呢？小飞看上去呢，还是像一部这个不错的棋。但是其实啊，这个也呢不是这个正确的造法啊。白棋呢，应对呢也有好棋啊，有好棋。那么白棋这个正确的应对的方法啊是什么呢？尖这个，哎，这个是一步呢好棋啊，一步好棋。黑棋很显然就是说呢，只有里长和外长两种下法啊，往后退，哎，这个呢确实是能活啊，能活。那么白棋虎住，黑棋虎一个，白棋呢飞，黑棋打，这样呢黑棋呢确实是活了。不过这个活法呢和刚才相比呢也是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就是说白棋让你活了以后呢，白棋的外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完整啊，这个没有任何的漏洞啊，那么接下来呢可以放心大胆的对黑棋外面发动冲击。这个应该来说呢黑棋是不满意的啊，黑棋是不能够满意，虽然也是破了一点空，但是呢不能就这么知足。
但是不往回退呢，你也不能藏这个啊，不能藏这个。藏这个呢，白棋依然可以搬下去啊，搬下去。虽然比和大飞相比啊，你少了一个段啊，这两个亏损的交换，但是依然呢不太好啊。现在以后是留有这个加了渡过的手段啊，但是明显现在不行啊，这个眼位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你现在不走的话呢，在这边啊活动的这个空间啊和范围呢都太小了，都太小了啊。你这样走的话呢，他就压住啊，这个黑棋啊，这个行动呢还是不是太自由啊，要处理好这个地方啊，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这个白棋以后如果有机会呢，有可能他搬一个啊，就把这个毛病补了啊，当然也有可能补在这，但是这前提是你这个做活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比较困难的，这个呀也不是太好啊，也那就是说飞这个白棋啊，虎在这是局部的这个守进，这个也不太好啊。那么这个不太好，那么黑棋到底要走哪呢？还有一种拖啊，这个虽然在个别的情况下也出现过，但是这个也肯定啊是非常规手段，这个不会是一个，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白棋呢简单的虎住啊，虎住，黑棋长，白棋就立下来啊，立下来，黑棋拐，白棋呢就长啊，不就长。虽然黑棋这样或许能把这个白棋啊右边这点空呢破掉，但是本身这两个交换啊，这个目数啊非常的损，对自己呢也有坏处啊。而且我们当初也说过，白棋如果立下来的话，那么这边肯定是没有活的啊，会被攻击。现在这边没有活，那么这边就是说呢，又跑出一块孤棋来，一下子啊就会变成两块孤棋。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明显是黑棋啊，应该来说是不行吧，不行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个拖的这个下法呢，也是不成立啊，不成立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几乎啊都绕了一圈啊，都绕了一圈了，在这个范围内啊都绕了一圈，这一圈的招法我们都已经啊给大家讲过了啊，这个不行。那么正确的下法呢，哎，就是黑棋点这个，自然而然呢也就浮出了水面啊，浮出水面。那么黑棋接下来正确的下法呢，是点在这里啊，点在这里。那么也许大家会说，哎，吴老师，你讲了半天，你不直接啊讲这个点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说那么多呢？其实很多棋啊，就是说我们爱好者就是学习的时候，他知道一个正确下法，但是你呢也得了解或者说是明白。啊，这个错误的下法是什么地方不对啊？为什么不对？这样呢，反过来呢，你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正确的下法啊，它是的这个道理啊。或者说，你碰到对方，当对方出现错误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反而不会下啊，那也不行。所以呢，对于错误的下法，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呢了解。好，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个正确的这个下法。那么
点这个啊的时候呢，这样呢，白棋啊，就是说，只有粘，粘上。先冲一下没什么好处啊，先冲一下的话呢，黑棋就挡住啊。你等于回头呢还是要粘，你去断呢总是不好啊，反正你断哪边呢，他就吃哪边啊。比如说，你断这边，啊，他肯定是吃掉啊，这个这样呢，由于你吃到这个呢，脚上有个冲，你走在这呢，这味道也很不好，很不好啊。当然我们还是补充一下，如果断这边，黑棋呢，就是说根据情况啊，吃掉呢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断哪边吃哪边，我们常用的，这样呢也不能说完全不行啊。你吃这个呢，黑棋就先手活啊。以后可以打一下外面呢，可以刺一下，这个黑棋不是不能接受。当然你实在断这个的时候呢，黑棋啊粘在这也行啊，就粘这个也可以啊。你不能吃在这，吃这个直接冲了，你走这个呢，由于这里有漏打，甚至于它凶一点还直接把你冲断啊。你这个脚上呢没有活白棋，所以这个冲了断不好啊。白棋呢正确的下法也是粘上，也是粘上啊，粘上。那么黑棋接下来啊有两种下法，粘一个不好，首先这个粘呢不好啊，所以白棋也不着急冲。那么粘呢他就拐住啊，这个白棋整体的形状呢还是比较厚啊，而黑棋活的呢也不是很舒服啊，不是很舒服。这个最稳健的呢是尖在这是能活啊，但是这个活的不大。搬了力呢虽然也能活啊，但是这个也活的呢是也不大。一个呢是就局部而言呢，它这个一大飞啊，你这个也只能活四目棋，而且还有可能要注意呢，它白棋先不走啊，以后这个隐藏着这个一路力的这个先手啊，以后对这边或许呢会有那么一些作用啊。这个黑棋呢不是太满意。那么黑棋第一种下法呢是小尖，小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白棋如果挤，黑棋就粘啊。白棋啊现在如果搬，那么黑棋再呢小尖做活啊，这样活的呢相对一个目数呢好一些。第二个呢白棋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借用啊，其他借用。反过来黑棋以后还有加啊点等等，甚至于还有可能呢直接断的味道啊，这样呢这个黑棋呢破空呢是可以满意的啊。白棋如果想变成这样的话呢，白棋应该是先冲啊好一点，这时候可以冲了。冲完了先加掉啊，这样目数呢要便宜点。黑棋呢虎住啊，黑棋虎住。现在如果你跑出去呢，那我就把这个脚吃回来啊，吃回来。这样呢你虽然跑出去了，但是白我把脚吃厚了以后呢，你本身呢还是处于一个没有活的状态啊，没有活的状态。这个呢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那么黑棋呢大概还是虎住，白棋叫吃一下，交换两下呢比直接搬呢要便宜一点啊，然后呢再搬住，黑棋打吃，白棋再吃啊，和比直接搬相比呢，这个目数呢是显然呢要便宜一些啊，这个劫没有意义啊，这个劫等于是迟早要被白棋打回去的。那么呢就形成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来说呢是双方呢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毕竟黑棋进来破白棋的空啊，把这个角呢都给它破掉了啊，活了，还是达到了基本的这个目的。而白棋呢虽然让黑棋活，但是自身呢走的还算是比较结实啊，这里有点小毛病，但自身还是比较结实，可以专心专意呢
开始对这边呢发动这个攻击，发动攻击，这个呢是可以啊，双方接受的一个变化啊，这是正确变化之一。那么在这黑棋呢还有一种下法，那就是爬啊，爬这个，哎，那么这时候呢白棋就冲了啊，一种是搬，搬的时候如果黑棋退让是，哎，这个是略有不可的，那么白棋先手立一下啊，外围形状呢还算是比较完整啊，算是比较完整，这个呢，黑棋略有啊不甘，略有不甘，然后白棋再来，所以呢黑棋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肯定会选择搬啊，选择搬，那么白棋这现在呢再来断，黑棋粘上，黑棋的粘上，白棋呢再吃掉啊，吃掉，黑棋吃出去啊，这样呢黑棋呢就是说也是一个变化啊，注意和刚才相比啊，我们刚才不是说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说黑棋不好啊，但是这样这个情况不一样，黑棋这个这块棋的这个眼位啊不一样啊，黑棋这个随时以后啊这个眼型呢是个活棋啊，就打吃完了然后再贴起来啊，这样黑棋以后呢局部啊随时是一个活棋，随时活棋，所以呢这样黑棋呢是可以啊接受的啊，当然白棋来讲呢我也吃回来了一些这个目数啊，吃回来了一些目数，这个白棋啊这里外面还可以搬，以后还是接下来专心对这里发动进攻，这个呢是白棋呢也是可以下的啊，这样的话是一个双方啊就是说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在实战中呢也是就经常这个出现啊，出现，但在这里呢过程中黑棋还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精妙或者说是玄妙的一些下法啊，就是说在你这个白棋断这个时候，黑棋呢还有一些这个有趣的着想啊，我都是碰到，就黑棋我也不粘是吧，但我现在也不能打，这个打被你提了两个这个损失太大了啊，那我呢先保留这里的一些味道啊，这个保留这些权利，他直接呢走在这里尖冲，可以说呢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构思吧，很有趣的一个构思啊，你当然不能爬，那么呢你藏这个呢它就顺着冲下来，哎，这样那么脚上以后呢还保留呢这个吃活棋的变化啊，你不想让我活棋呢你还只能打在这，还不能打在这是吧，你打在这还有个吃，那么这个以后吃完了还有一些借用，这样呢也是啊挺有趣的构思，把这个白棋呢这个子给伤得很厉害啊，伤得很厉害，这个也还是说挺有趣的，白棋如果冷静点呢单直接打拔啊可能是比较朴实的招法啊，这样呢黑棋这个和张上相比啊这个目数呢损失很大，不过他或许呢更加看重这个外围啊，看重外围，那么就吃出来啊，这样呢外围等于多走了一手棋啊，你要再张上呢我就再压过去啊，损失了不少目数，但是外围呢争得了一个先手，
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构思啊。具体好坏要视这个当时的局面呢，来看啊，局面来看啊。那么当然呢，最普通的呢还是张赏，还是张赏啊。那么吃啊，走这个吃出去啊。当然这时候呢，你秀一秀手筋啊，靠这个呢，看上去像我们平时的这个手筋，但是呢，这个效果呢好像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因为呢，这个还是不如朴实的打出来，因为你走这个呢，白棋啊可以顶，挡住，它就牢牢呢把你封住，这个好像结果不是太理想啊，不是太理想。如果你顶的时候你长的话呢，那他就拐下来吃掉啊，这样和刚才不一样啊。刚才直接竖下来的时候，这个是吃在里面，现在是吃到外面去了啊。这样呢，好像不太舒服，所以这个靠啊，这个好像不是，只是一个假手筋吧，我们会说是，正常的还是打了贴出来，然后是。或者再根据情况打了尖出来，甚至于打了顶出来等等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下法啊是比较正常的啊。这样是可以说是，一个是这个图啊，这点完了跳啊，这个图形成一个这样的图，或者说是，点完了以后，这个小尖我们刚才的那个图啊，那两个图呢可以说是。这个点角白棋立了以后，双方呢，出现的比较多，也是呢，可以接受的啊，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个一个变化啊，一个变化，大家呢就主要是这两个图是正确的啊，这个一个是这个图啊，再一个就是刚才的图，我们再给摆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啊，这两个是应该来说是正确的，就是点完了小尖啊，是可以考虑的。白棋先挤先冲是一样，然后把这个收掉啊，收掉。这个呢，应该来说也是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至于你愿意选择哪个啊，这个要根据全局的情况。不过这个呢，选择权呢是在黑棋的这个手里啊，这个可以爬，是爬还是尖啊，你自己去。选择好，那么面对这个尖顶单关啊，点三三破空的招法呢，我们就差不多呢都讲完了啊，都讲完了。那么最后的总结就是，记住，如果黑棋外围很强啊，白棋呢就挡住是可以这个接受的。这个是黑强白弱的时候这个的下法，白棋想照顾脚上的实地为主啊，不想攻击他或者不好攻击他，那么呢就可以选择这个团的下法啊，团的下法。如果白棋外围啊，这个是有毛病没有活啊，是可以攻击的这个形状，那么就请你选择呢这个立的下法啊，不要呢拘泥于这个脚上的一点点实地了啊，把这个主要的目标放在外面啊，对这个黑棋外围的这个攻击啊，那么白棋呢就是这三种呢正确的选择方法。希望您看完这个本期讲座以后呢，以后在面对这种情况啊的局面下呢，就不会再做出呢错误的选择了。好的，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